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I have been doing lots of videos on Elon Musk, more than I care to admit. But I guess that's for good reason, because he is just so newsworthy. Everything he does, he gets the spotlight. 那我有看他的推特页面，他还真的是一个重度使用者。 He's a heavy user, okay, of Twitter. And he not only tweets, he engages in conversation with people too. 不止他会推，他还会不只会发推文，他还会跟人家有对话或这些的。所以要是今天你标了他，他回应你，你都不要惊讶，我大概觉得。Anyway， 那我们这边这个新闻就是，他曾经跟比尔盖茨啊有过一些，不要讲不愉快，但总之他们曾经有机会合作，但没成功，因为 Elon Musk 对于比尔盖茨对他做的事情他不爽。所以标题看一下，尤其我们看标题的时候，我特别说，就是因为 我知道，好像我曾经有一篇影片的底下观众留言，就说他真的是常在这个新闻标题看不懂。那看不懂，虽然说他都认识每个字，可是写成一个标题或写成一个句子就看不懂。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频道的意义，因为你可能你没有时间去问老师，或许你也没老师可以问。那你看其他的英文频道，他也不会讲这些东西给你听。那我来讲，好，废话不说了，看这里，主持就是 Elon Musk。动词就是 confirms， 我们看句子一定要看主词动词。虽然说标题的概念又不太一样，因为有时候标题的主被动它会看不清楚，那尤其被动的时候 be 动词常会省掉。那我们遇上再说，这里没有遇上，所以主词就是 Elon Musk， 动词就是 confirms， 它就确认了，证实了。这边少一个 that 无所谓，所以证实后面的这件事情，所以 that 子句。那 that 子句名词子句里面又有主词动词，所以他证实了 he turned down Bill Gates， 所以这边又是主词动词，他 turned down Bill Gates， 就是他打他枪。 OK， 好，拍摄你的提议我不要， he turned him down。 对于什么事呢？用 on 来接， so he turned him down on something。 OK， 所以这个 something 就是这三个字要一起看，对，气候变迁的合作。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Bill Gates propose 跟他一起在气候变迁上做一个合作，那 Elon Musk 把他打枪了，回绝了。 So Elon Musk confirms that he turned down Bill Gates on climate change collaboration. OK, climate change collaboration. 有时候我自己不小心那个母音没录进去，我都会自己重新再讲一次， climate change collaboration。 那为了什么啊？所以用 over 这个字Shorting Tesla， 所以 over 后面就是你对我 Tesla 这家公司啊做空。所以 所以其实标题已经把故事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比尔盖茨曾经做空特斯拉这家公司，所以因此当 Bill Gates 想要跟他来在气候变迁上合作的时候， Elon Musk 就把他给回绝掉了，而 Elon Musk 在这个报道里确认了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好复杂，有没有？就刚刚讲的就是好几件事情合在一起才变成了这样一个标题，非常的清楚，所有的 detail 其实在这句话里面都有了，都有了。然后他这个小标题说 The two businessmen have been at odds in the past， 所以他们在过去啊就曾经已经 at odds 过，也就是两人不对头。 OK， 我们这里再多看一下，我这边就把它写成了一个很短的一个这个结构。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说的 Elon Musk turns down Bill Gates over shorting Tesla， 所以为了做空 Tesla， Elon Musk 回绝掉了 Bill Gates。 那你还可以再把它放在一个框架里，就是这个Elon Musk 确认了这件事情， confirms that 他回绝了他，因为是 shorting Tesla， 而且再可以再加内容进去。He turns down Bill Gates on 什么事情呢？ On 刚讲的 climate change 这件事情的、climate change 的 collaboration。所以我们再多这边再多补一个 I don't know Q 好了 ，OK。所以这句变老长的，但是没问题。好，对，我们要用结构来分析句子。总之，我的重点是这样，这里面没有什么关键字。要是有老师跟你说啊，我们看一个句子要抓它的关键字。放屁，OK， 放屁，真的是放屁。抓主词动词才是王道，主词动词才是王道，没有什么关键字。你不要跟我说，哦 ，climate change 是 collaboration 是重点，或者说，哦，可能他会说
做空 Tesla 是重点。你或许这样看，我不会怪你说是错的，因为重点就是他们因为做空它，所以两个人有着这个过去的恩怨嘛。但这句话的重点吗？真的不是啦，真的不是啦。把这句话用主词动词看懂，来，我们不浪费，不要再继续bullshit下去，我们往下看。所以 Elon Musk confirmed Friday that he rejected working with Bill Gates on climate change. 目前现在看得懂哈 ，confirm 动词，所以礼拜五 confirm 这件事情 ，confirm 什么呢？又用 that 子句接下去。他打枪了，跟他合作 ，right? He rejected working with Bill Gates on climate change. 而且他打枪的方式是透过 text， 所以他们两个是两个人在互相打简讯，然后他从简讯中打枪他，所以并不是面对面说啊，我不想跟你合作，是简讯中啊，因为 because the Microsoft co-founder， 谁是 Microsoft co-founder？ Bill Gates 嘛，所以他不用再讲一次 Bill Gates， OK？Was shorting Tesla. 那 shorting 的概念，做空的概念，我后面有没有要讲啊？好像没有。好，算了，因为我们做过这题目，真的就算了。我也不想真的这个把这边这一课变成是教你怎么做空。或许我很简单说，就是 you're gambling on the possibility or on the belief that this company, or the stock price of this company is going to go down. 所以你赌着这家公司股价会下滑。所以你就是不看好它，所以你的钱是赌在不看好它，所以要是它真的股价下滑你会赚，这就叫做空， OK， 这叫做空。所以我们现在说，哦，买股票你不见得一定是希望股票一直涨一直涨，你买一个股票说不定是希望它跌，因为你在做空它。所以有些人的看法是做空这个概念是很糟糕的，这个对人类的这个对人类发展是没有任何实质帮助的，因为你看好一件，你看衰一件事情反而能够获利，这事实上是跟我们的直觉是非常的相反的，跟我们的这种感官是很相反的。我们不批评算了，来，我刚按到什么，怎么跳回前面了？好 ，anyway， 所以在这个他的这个 text 中，在他们的这个简讯来回中 ，so in the texts， the two billionaires， billionaire 就是亿万富翁 appear said to meet somewhere。Before Musk asks Gates if he still has a $500 million short position against Tesla. 好，所以他们看起来已经准备要碰面了。So appear set to meet. So they look, that they're set to meet. We're set 就是我们准备好了 ，OK 。而且是 somewhere 啊，是反正 meet 废话，不然要 meet 哪里 ？So they appear to meet, they appear set to meet somewhere. 然后刚才这句卡了一下。那问题是 Elon Musk 就问了一下 Bill Gates. So before he asks Bill Gates, 问他什么呢？问他是不是还有一个$500 million， 也就是5亿。OK， 因为一个 billion 是10亿。好，所以他问他，你是不是还有这5亿的 short position， 就是我们刚刚讲 shorting， 就是做空 against Tesla。因为做空他，所以是跟他对着干，所以他用一个 against 这一个介系词。那 Gates 就回应了 ：Sorry to say, I haven't closed it yet。很抱歉跟你说，我还没有 close 这个 position。所以他们用 position 来说这件事情。所以你有一个 short position 就是做空东西，那就是你的现代的一个姿态、一个状态。那你要是把这个股票处理掉了，把这个做空做完了，也就是把你借来股票卖回去的概念嘛。可能这里我有说错，但不管了。重点不是在这里，所以总之他还没有结束这个做空的事情。So I haven't closed it yet. So adding in another text, 那他又加了另外一个简讯。I would like to discuss philanthropy possibilities. 所以啊，我的确我还在做空你了。那我下一句就说了啊，我是想跟你聊一下怎么去做慈善哦。So I would like to discuss philanthropy 就是慈善事业。OK， 所以我好像没打出这个字来，给你看一下 philanthropy。所以慈善家 philanthropist， OK， 把 Y 去掉加 IST。那马克思的回应，马斯克的回应就是马克思的靠北，什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哦。那马斯克，所以 Musk replies that he can't take Gates' philanthropy on climate change seriously 。所以他没有办法这个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When you have a massive short position against Tesla， 所以你做空特斯拉的话，我就没办法把你这个提议。很严肃看待 ，right？ 因为 the company doing the most to solve climate change， 我这家公司对于 climate change 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做最多了，因为我们是电动车嘛，这样子。
So we're the company that is doing the most to solve climate change, and you're shorting it? 那你好像是一个不太有原则的人呢，对不对？好，所以你不看好一家对于 climate change 有很多贡献的一家公司，那你跟我谈什么做慈善呢？所以他的立场大概是这样。好，所以所以这个 SpaceX 的 billionaire， 所以你看他们很喜欢换词嘛，他不再讲是 Elon Musk， 他讲是 SpaceX 的这一个亿万富翁，就是 Elon Musk 嘛。所以就像刚前面的 Microsoft co-founder 一样，所以礼拜五的时候 confirm 了这个简讯的截图的真实性，所以confirm the veracity of a screenshot of the text， 所以这两个 off， 所以这个简讯、哦、或者应该这个简讯的交换， so the text exchange of the screenshot of the text exchange and the veracity of it， 所以这个 veracity 就是它的真实性。 OK， 后面有一些词都是来解释它， so candid feeling, frank feeling, sincere feeling or even just sincerity，所以就是 veracity 的一个、同等一些词。 candid 这个字我想特别说一下， candid 就是真诚的、没有做没假的，不做假的。所以有一种照片我觉得很有趣，想补充一下，我们说这个叫 candid photo。 什么叫 candid photo？ 就是我 你没有 pose for the camera， 你是不小心就是就不知道被拍摄的状态下被拍到了。所以像我在你的背后就叫你说 Hey Paul， 然后我一转身啪就照下去，那个就是一个 candid photo， OK？ 那外国人在拍这样子 candid photo 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叫你，哎 ，Hey Paul， 不会，他直接在你背后叫 candid， 然后好、，What the hell， 啪就拍下去 ，candid 这样子 ，OK？ 好，所以他证实了他的真实性 ，Yeah，but I didn't leak it to NYT， 就是一个媒体 ，They must have got it through friends of friends 。他说的是，不是我流出去的。那这个媒体一定是透过朋友的朋友来得到这一张截图的。OK, I heard from multiple people at TED that Gates still had half billion short against Tesla, which is why I asked him. So it's not exactly top secret. 所以总之他说的就是这张截图不是什么最高机密，因为已经很多人去探讨过这件事情就是。好，我们讲到这里大概说起来够了齁，因为好，我们再多讲两个字好了、就是后面讲的这个 troll 跟 vulgar。那这个东西发生了之后，这个 Musk 还 troll 了一下 Bill Gates。 troll 是什么？这网络用语哈，我们有时候翻译成戳，这个翻译我觉得翻译的不错，所以那种网络酸民之类的我们就叫它 troll。 OK， 所以网络酸民 troll 是以前那个古代的一个神秘的一种生物，它就是一个怪兽，那这怪兽好像听说通常躲在桥下然后来恐吓人或什么这些的。好，有兴趣自己去看，今天就翻译成网络酸民。所以它也可以是一个动词， OK， 所以这个动词我们大概就勉强翻译成网络上的酸吧， OK， 好，网络上的酸。所以他 troll 了一下他酸了一下他，所以他 troll 了一下 Bill Gates。 我知道我们网络上有时候还称这个字叫做戳， OK， 戳他一下这样子啊， fine。用一个 vulgar tweet， 这 vulgar 就是粗俗的， OK， 粗俗的 vulgarity 是名词，有时候我们讲粗俗语言就 vulgar language。 好，所以他错了什么东西呢？所以他比较了一个 photo of the Seattle light to a pregnant man emoji， 因为 Bill Gates 老了肚子大大的，所以他把他放在一个那个怀孕的男人的一个 emoji 放在一起做比较，所以反正就是好酸他了一下这样子。那这里一个词就是 Seattle Light， 就是西雅图人，每个都市都有那个都市的人的一个另外一个词，像我在多伦多住很久，所以多伦多人就叫 Toronto 是 Toronto。 那你知道很多 T 的发音有时候就变成不是 T， Toronto OK Toronto， 所以多伦多人叫做 Torontonian OK Torontonian 这样子。那温哥华就 Vancouver， 那 Vancouver 温哥华人 Vancouverites， OK， Vancouverite 这样子。好，所以这应该没问题。再多讲一个，多伦多又被那个有一个很知名的那个嘻哈音乐人叫做，应该是 Drake 没错，如果没记错的话 ，Drake， 他叫多伦多 The Six， 阿六 ，OK， 而且他把那个六S 变成了真的六这样子 ，OK，the、okay, six， 我应该没记错吧？
好了，这个或许我再 verify 一下，但是我认应该是记得是这样没错的。好，所以西雅图人就变成了 Seattleite。Seattleite 这个拼音有点有趣哦 ，ite， 因为 Seattle 是这样，那它一定要有一个 it 的音，所以又加了一个 ite 在后面，就跟 Vancouverite 的 ite 一样，所以它的发音就是 Seattleite。冷知识，也没多冷啦，好，应该要知道。好，讲到这里大概差不多了哈，那你对这新闻有什么想法？或许我们下面可以讨论一下。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